一般人对佛教出家人的印象呢，大多是常伴青灯木鱼、吃斋念佛，不跟外界接触。事实上，现代的佛教出家人，除了必须做好出家人基本的日常修行之外，还必须走出山林，接受很多的工作职务，以便教化指导各个层面的社会人士。 那么，是不是出家人一定要接受这么多的职务，才是大菩提心、大悲愿心的表现呢？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。一般人印象中啊，这出家人就是常伴青灯木鱼啊，无所事事，就是在山林里边呢，终老一生。 跟社会呀、是不闻不问，跟人间呢没有关系，这是非常消极、悲观，是逃避现实的一群人。这种影响从哪里来的呢？多半是从小说里来的。我们看到好多小说里边呢，描写和尚尼姑啊。 而且是坏的个要死，这六根不净的那些和尚尼姑，这种观念呢，多是不喜欢佛教的一些文学家、小说家写的。而我们真正的出家人呢，在自古以来都是非常忙碌的。我们就是拿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玄奘。 三藏来讲，大家晓得《西游记》的一个唐僧，正是这是无能到极点的一个唐僧哈。但是事实上，历史上的玄奘是非常积极的，非常努力的，在贡献他一生的智慧和时间呢，从事于文化的、宗教的奉献。 他这个有人把他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、最杰出的留学生。那么，在围绕着这样子的一个高僧呢，下边的所有的出家的弟子们，一个一个都是非常杰出的，都是非常努力精进的。再从讲禅宗的一些祖师们，他们都是自食其力的，在山林中他们是一日不住一日不食的，而且还要把自己所有的、多余的奉献给社会的。所以寺院呢，往往都是一个救济的、慈善的，或者是文化的、教育的一个机构，而出家人呢，就是从事于自己个人的以及团体的修行之外呢，就是做做社会慈善的救济，以及文化教育的工作，那么叫做教化的工作。佛教叫做化缘，化缘呢，就是使得对佛法没有缘的、还没有结缘的人，化一个缘。 也就是呢，希望用佛法来结人的缘，那这叫做化缘，并不是化缘就是要钱的。这是出家人呢，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释迦牟尼佛最初的出家的有五个弟子，叫做五比丘，跟释迦牟尼佛修行3个月之后每一个 弟子都已经开了悟，证得阿罗汉果。那释迦牟尼佛就跟他们讲了：你们现在要赶快，要到人间去，赶快要到社会去，而且不能够2个人走同一条路，因为我们的人数太少了，而人间的需要佛法的地方太多了。你们一个一个的分开吧，你们分开的、分别的到各处去传播佛法去。 这个就是传教，又叫做弘法的工作。所以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，这家人就是很忙的，不是很闲的。那我们现在的出家人呢，由于时代、社会环境的关系呢，能够住在山里边不动的出家人是很少了。住在山里边不动的出家人，他们多多少少还是要吸引一些到山林里边去啊，学佛法的人，跟他们修行的人，他不可能呢单独一个人过自己的生活的。那有的仅仅是少数，非常少数的人呢，他们无知无能，也没有发菩提心，那自己一个人关起来，或者是躲在山里边。那躲一段时间以后，如果他们真正的对佛法有一点体验之后啊，他一定会发菩提心，一定会到人间呢、来啊，协助苦难的人呢、得到啊解脱，而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呢，更安宁呢、更和平呢、使得我们的大众、人间的大众啊，更幸福。这是呢，所有的出家人呢，必须这个样子做的。而我们现在这出家人在做的什么工作啊？是做的，一方面呢，打坐也要有啊，诵经也要有啊，教书也要教啊，还有对社会的这个关怀的工作。那我们现在要做社会关怀的工作，要做的、应该做的是太多了。社会上每一个角落都需要有我们佛法的帮助，就是啊，穷的地方需要佛法，有钱有势的人也需要有佛法来帮助。有一些人有了知识，但是呢，他们并不有一定智慧，也需要用佛法来帮助。佛法能够帮助所有的人呢，从烦恼的痛苦、困扰而啊，得到化解的帮助。所以是人人都需要佛法，因此我们出了家的人呢，忙得不亦乐乎，就怕时间不够用。阿弥陀佛。